你不也就因为你爸，所以才被大家都先知道了吗？让你失望了，我是凭对部队的了解，结合国际形势预判的。别给我没提醒你们啊，这才是展现实力最关键的时候。上面，随时会来人选拔。反正我肯定能给选上，春生也没问题。咱们几个被选上是肯定的，但谁才是精兵班中的精兵？ 那就得看实力了。老板，磊哥，兄弟归兄弟啊，懂？当仁不让，能跟你再比一次，过瘾。 听说没有？新兵连要选出一个精兵班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精兵班那可不是每年都有，也不是今年才有的。每年新兵连集训结束后，各野战部队都会挖空心思争夺新兵连中最优秀的战士到自己的连队，那才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。虽然不是官方正式的，但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。 关键是精兵班选出来的战士，那都是最优秀的，大差不差的，以后基本都能提干。对哦，我听说郭连长也是当年精兵班出来的，这一次啊是他为他的老部队挑选战士，所以他对这次的选拔特别重视。洪玲，今年新兵那个最出风头的肖春生，是不是跟你很熟啊？我上次还看见他送你一回团礼。你看错了。 以前跟你写信的也是他吧？我看他对你挺痴情的呀。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的？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士兵不准谈恋爱，你不知道吗？还是说你一直藐视纪律？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同志们，按照惯例。 咱们团每年都会派业务骨干和创作人员去夏联队体验生活，搜集素材来编排新的节目。那么，今年夏联队体验生活的呢是新兵连，所以团里决定由咱们团负责创作的刘干事、舞蹈队的林武和乐团贺红林，由你们三个人组成的创作小组，明天去新兵连报道体验生活。是，红玲。 萌萌，下次我去提热水吧，你不是腰不好吗？先不说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上次你被黄团长说谈恋爱那事儿，你记得吧？嗯，我觉得一定是陈灿跑去说的。为什么呀？这种事儿，别人就算知道了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除了他，谁还这么跟你过不去？跑黄团那儿打报告？算了，都过去了，反正也是没影的事儿，过段时间就消停了。你真没在谈恋爱呀？ 连长，李兵，李兵，李兵，严大同志，我们奉命向您报道。欢迎，文工团的同志来我们新兵连体验生活，是我们的荣幸。哎，军营里怎么会有女兵啊？这有什么稀奇的？我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派下来部队体验生活、创造节目的。
好，那你们安顿一下。给我吧。啊，不用了。走吧。 训练的最后一天，你们展示出了顽强的意志力，尤其是孟庭柱、段磊、肖春生几位同志，表现突出，提出表扬。接下来，优秀的战士将参与精兵选拔赛的角逐。下面，由叶排长。 公布比赛项目，肯定有猫腻，信不信？投掷、步枪射击、单杠、三千米折返、卫生救护。以上就是本次精兵选拔的所有项目。 都别嘀嘀咕咕的，有疑问直接说出来。报告，为什么没有五公里负重越野？本次精兵班主要以培养、侦察、狙击人才为主，除了士兵的个人实力，更侧重技术。